我们现在介绍这道菜为长豆肉丝。首先包装打开了，里面有长豆、肉丝、蒜碎。自备的调味料有沙拉油两大匙、盐巴、味精各一小匙、水50cc。首先我们锅中先加两大匙沙拉油，爆香蒜碎，等蒜头炒香之后放入肉丝，把肉丝炒熟之后放入长豆，略微拌炒之后加入水 50cc。等长豆烧软之后放入调味料，盐巴、味精各一小匙调味，拌炒均匀即可起锅。我们长豆肉丝完成，